不抱跳绳，那我想我找一个人，我先示范一下了。好，亲自示范。这个啊，新同学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对，我们要给新同学机会啊，不然他站一天都不知道他有来哈。你叫米娅，对，我叫米娅。你在做什么事？我是彩妆师。彩妆师哦，哎，这么辛苦的节目，为什么来参加外景呢？这因为很喜欢瓜哥啊，然后喜欢这种外景的活动。我们要给新同学机会啊，不然他站一天都不知道他有来哈。你叫米娅，对，我叫米娅。你在做什么事？我是彩妆师。彩妆师哦，哎，这么辛苦的节目，为什么来参加外景呢？这因为很喜欢瓜哥啊，然后喜欢这种外景的活动。对，我们肯定有上山下水的。OK，OK吗？好，那就来跟瓜哥一起跳。可以，来，我们示范一下了哈。哦，瓜哥亲自示范。来，我们示范一下了哈。哦，那个，我们要煮爆跳，公主爆跳，来，一二三。哎，你看这，我叫他跳不叫你跳。对，好，每开始。时间到了吗？不是，时间到了。你为什么喊咖？不是，瓜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在静心的时候喊咖。不是，这个人体工学哦，我怕你这样子，你那个腰会受伤。对啊，你那腰好像。尤其有，我懂你意思。是，当你在热的时候啊，对，腰不会痛。对，可是你这样冷下来，腰可能就痛了。是，我觉得很容易受伤。这个容易受伤，可是看起来蛮轻的。看起来是蛮轻的，实际抱起来还好，这样腰会受伤。那你有什么想？你有什么想法呢？示范一个那个休假千里迢迢的升级版。哦，这比较不会受伤，比较不会受伤。来，新同学吗？我啊。来，上海。啊，还有飞的。来，小心。来。绳子下来，没有，没有绳子了，没有绳子吗？没有绳子，为什么还一直跳？感觉有绳子，不是，你这样，这个好像骑摩托车一直踩刹车是一样啊。对，大哥，我一直很纳闷啊，你们这两个跳法是叫公主抱吗？刚我们这个游戏是什么？公主抱跳绳，公主抱跳绳嘛。哎，啊，你们这个姿势是公主，那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呢？真正的公主抱不是这样抱，怎么抱？对，我来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你来示范。你们这个都，你们说不正确的啦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要找哪位新人呢？还是找谁示范？宝哥啊。你帮我决定就好了，我帮你安排。这个小孩子，我懂他的意思。我知道，公主吗？是公主，公主，我找公主。没问题，没问题了。她是这个坛主的女儿，是她是那个公主，也算是公主啦，对，永驻啦，哦，公主，哎，你那什么，你那什么态度？那我是很开心，就是我在对天祈福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刚在家里，爸爸也都叫她小公主，当然，你不要得罪我们今天坛主，没有，开心，还看你要前抱后抱都可以，没有公主抱，公主抱，正确的。你不叫示范吗？有，我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要得罪坛主不好。不会，你跳起来，你不要得罪神明哦。那个公主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抱一下我们红毛好不好？抱我，是抱，公主抱好不好？抱红毛，被公主，对嘛？这也是公主抱。来，谢谢。